嘉宇老师，你在干嘛？我在做手工。为什么要做手工？因为我们要去环岛公益论命，送给现场朋友的小礼物。什么东西是环岛公益论命啊？我们有一个线上的公益论命的 FB 社团，帮大家做免费的论命服务。但是呢，大家都没有看过论命老师的本人，长得是阴阳是病眼，所以呢，我就看到了。但是我们还有很多位老师啊，所以我们这一次为了要服务我们线上公益论命的朋友，我们特地到现场去帮大家免费论命服务。那既然我们线上就好了，为什么要走到线下？因为线上没有温度啊，我们去现场，我们可以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温暖，我们的爱心，这种温度吗？ Yes。 该不会是胖老师自己想出去玩？这没有错啦，为了要服务我们的线上论命的这些朋友，这些成员呢，也希望把这个大爱分享出去，因此呢，这次特别企划了这个活动。我刚刚觉得背后毛毛。好，那我们假装忽略它的存在。好，那嘉宇老师，我们线下的公益论命是什么时候开始呢？4月8号开始呢，一路由北往南，然后到台湾的5个县市，然后去为大家做公益论命的服务，免费的哦。免费的，当然。论命的老师有什么好处？有好吃的吗？好吃的绝对少不了。好玩的，一定有好玩的。我们在地的庙宇文化、庙口美食这么多，我们一定要去好好的玩一下、吃一下。追踪我们社团，追踪我们公益论命，追踪我们学会的朋友，请一起来找我们一起玩哦。等你们来哦。